话行吗？你想打给谁？我想打给我们那个《爸爸去哪儿》，还有《中餐厅》里边那个张亮。啊，亮哥！猜猜按号码的时候是会有震动反馈的。啊，播完了啊，按信号就可以播出去了。喂，亮哥吗？哦，是啊，你是哪位？我是未来呀、啊，我是李瑞，瑞哥，哎，亮哥好，瑞哥好，我在我是未来节目的录制现场，你跟大家伙先打个招呼行不行？大家好，我是张亮。你觉得声音还清楚吗？挺清楚的。我现在在拿着一块水晶跟你说话。你能想象到未来的电话什么样吗？我感觉现在我像在2030年跟你打电话。未来的电话啊，对，我觉得可能会植入体内，用意识去控制它。张亮，你的回答特别好，远远超过了李瑞能够理解的范围。谢谢张亮跟我们连线，谢谢张亮，拜拜。